Nerada?我也没抢啊，问题是这无面的话有复制他的哈萨克斯坦感觉没用啊，总觉得打不了乱斗有什么了不起，痛将临，就是怎么启动的这么快的呀，曾经做的那个征服世界的梦，想的万事全藏在你记忆之中，生活在检验着你到底是龙还是虫，没有学会七十二变的神通，也没有学会满足不好的武功，你总是很难记住一个。第一个，我两张石丘防御者没有小鸟的乖乖。第二个，我没有沉默。三十岁的内心总还有点冲动，说出的话却是那样言不由衷，听他们谈出梦想，我努力做亚洲龙。你是别人口中碌碌无为的孙大圣，孙大圣。你是掉进人格，我十费他铺了四波了的孙大圣。那么现在你的爱人等你开着宝马去娶她，而且我只能乱斗，而且我只能乱斗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你们觉得我有别的方法处理这个多吗？我要是这个回合不给他乱斗了，他再复活直接肉块吃了，我等于说一下子搞两波，那我觉得我这个就更不能结束了。这是第一个巫术，妈耶妈耶，没有学会满嘴鬼话的武功，你总是很难记住一个。你的灵魂归我了。看一下，三十岁的内心总还波涛汹涌，可说出的这里面有两张肉块。言不由衷，听他们谈起梦想，你努力做亚洲龙。我可以爆他两张肉块是不是？乌鸦王也没用啊，还是肉块比较扎实。孙大圣，孙大圣，这没有肉块的这个地方。我不知道说什么了，要不给大家劈个叉吧。他最后两张里面有一张是这个牌是一模一样的。他两张里面有一张肉块。我想
爆一张，但是我如果过到工匠就赢了。然后他这个回合要是没有过到肉块，我也赢了。算像这种歌的话，你们体会不到这个意境。那我也赢了。不用了，后面的牌我一张都不要了。对吧，他最后一张是肉块，他应该知道我有这个套路。这要八甲是吧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哦，多送一点甲好了吗？过大方了吧，最后还有个肉块。哇，这打得这么难的，我猫头鹰没来，我两张石丘防御者没来，我一张勾大工匠都没来，我这三张牌我一张都没来，我是硬生生的用我的头在接他的生物，我解了整整六波，我拿头解了他的生物。你兄弟，你知不知道我这把赢得有多么的凄凉，真的是。你要知道这把赢了有多么的不容易，这个直播间里面没有3666的水友，我真的不能接受。这波打得非常的优秀，简直打出了一个一战的一个战士的老风骨，这才是一个防战的要求。关键的回合每个回合都处理得非常优秀，顶级操作没有之一。我骗你，我是狗。感谢大哥孙一峰，呸，这位这个逼送的飞机。